哈，我是白龙，我是凯A，我们今天要来开箱，又乱买什么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没有花钱，好不好？就是前两天啊，晚上我跟凯毅，然后跟一个厂商，然后晚上12点在我们大理附近的那个餐厅吃饭，然后我记得快要接近12点的时候，我们凯毅突然讲，因为我自己平时有带乌克丽的那个团体班，带一个幼稚园，他们就是学校他们才有乌克丽，他们回去其实没有办法练习，要想说有没有价格比较合理的乌克丽，我可以买个几只，我就送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回家练这样。好，对，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声，我们霸气的厂商直接说。你们要乌克丽丽哦，几只直接送你们10只啦。但是他讲说，我们要自己整理。他说他也不知道，他回去翻一下，可能也许有全单，也许有面单，他不知道，就有点像是免费的福箱、惊吓箱，是全新的，那可能需要小整理。但是他是说他会给我们全新的袋子、全新的旋，然后旋钮如果有问题就都换全新的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，在这边，一大箱，这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我在玩绝地求生，空投箱下来资源补给、哦，但这么小箱可以装10只嘛？好吧，我来开啦。本来是我们凯毅要给幼稚园的小朋友一个小礼物，他本来自己花钱买，反正现在就是厂商被出钱呀、啊，对啊，也算是个福箱吧。而且我发现厂商很喜欢晚上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每个都要赶跑路。哦，可以啊，那看一下，来，真的可以装10只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旋王这厂商蛮幽默的其实、哦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打旋了，因为它绿哇，它下面爆裂辣惨了，哦我操，这不是打旋王，是快干王嘛 Rick 最近流行复古仿旧、嗯、我觉得它不叫打旋王、欸、破烂王，那再开第二只吗？开第二只，第二只我来开、欸、我开到普卡纳拉、欸、他写普卡旋钮要自己换，普卡纳拉的副牌，这个没有旋钮，这个很完整，它就是没有旋钮而已。这面单盒板哦，盒板的厂商是有跟我们讲啊，就是送我们，但是自己整理，勉强算是一个乐器行的，我们要整理这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对啊。哦哦，这只好像是全单的，哎，有对到哎、欸，好像是。哇，竹子全单的乌克丽丽。哎、欸，我们开那么多次吉他都没开到全单的，没有没有，有开到全单都爆掉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竹子，你会发现，因为竹子其实不宽，所以它都是一小片一小片的，然后接起来。其实竹子是蛮环保的一个植物吧，因为它长得超快的。我有一次看那个名侦探柯南，他说什么早上竹子才这样，然后到下午就长3米这样，然后他就用那个来隐藏他的这个杀人事件。有这么神奇、啊、我不知道，柯南嘛、嗯、好啦，不错啊，我来看一下下一只，那这里写 NG、哦、没有 logo， 样品轻、有点旧但很完整，它是为什么 NG？ 哦，有啦，上面伤到了，旋钮少一颗，少一颗，然后有一个还浮空，没关系啊，常常说不给我们旋钮，反正它也是他们送的，对啊、我觉得开这比较好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没有那么多垃圾、听到不太妙的声音，不要蟑螂都好，哦，也是普卡纳拉的，哦，上旋，别管是上整啊，完整的，完整的，要上旋而已。后面是裂掉吗？没有，是没裂啦，不是爆漆是不是？就是有伤痕啊，有伤痕。看等下什么磨一磨，看能不能把它磨掉。对啊对啊，漆面可能裂开了。咦，普卡。完整的啦，完整，只是没有悬念而已。厂商跟我们讲说，看缺什么零件，跟他讲，他再补寄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整理给小朋友这样。口轮掉漆，哦，这盒子掉漆，他们这发霉吧？它的口轮有点广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连侧板的嘛都掉漆了。这擦一擦应该还好啦，不知道擦不擦得掉、欸、可以啦，这应该抛光可以了。乌克丽这种都是比较便宜的彩琴啊。对啊，大家看一下这里。看有没有那个什么小市集摆一摊来卖的呀？你知道这张拍照很像什么吗？很像 FB 照片，什么工厂倒闭，结束营业，对，出清特价，老公跟人跑，对，离婚无薪金，你不都长这样吗？来换下一只、粉红色的、欸，粉红色的，哎呦，哦、好飘、哦，这只算完整了、啊，对啊，是完整的。我看目前为止就一两只不能用，所以他给10只 OK， 我觉得，嗯，反正你要给7个小朋友嘛，对吧、啊？哇，摸摸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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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不会啊，到时候我们把它变亮面就好了。我们把它变亮面。哦，来，我们把它摆一下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哦。离婚无心经营工厂倒闭，甜甜价欢迎私讯。掰动 B A I T O N E。这我们今天的成果要看一下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出清特价，没有啦。好吧，那今天的小开箱到这边啦、啊、然后我们会把这些乌克丽整理好，然后就给凯毅他教的那些乌克丽丽的学生啦、啊、然后可能有多一两只，我再看看，如果还能用的话，我们也就再送给那个有需要的人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如果一样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上分享。我是白东，我是凯毅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